我也不知道，在想这个问题啊。可以开车过去，然后跟他聊聊天。你车开过来的吗？嗯。你说中央公园里面有叫马车的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有些时候可能他会 random 停在那种地方。我们没有一个专门。我们怎么？算了。那他们先出去。我们先出去吧。我们先出去吧。要先走出去。 告诉你，不要这样做，撞了。你已经没动了啊！我们走了。这样很危险，等等等等，这就到那个close。这个close。这边不要乱按。哦，你开车了。 米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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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